复兴保险的年度胜诉十二庄车马祖，准备伫二十九号登场，真侪信众拢非常的期待。为了将活动办到上好，大公馆庆安宫即几天出动侪侪志工，做回来准备七爷八爷身躯顶挂的平安花饼，甲马祖桥顶的玉兰花，希望让每一位信众拢能摕到这个吉言小礼品。十二庄车马祖准备登场，志工加速准备的进度，希望大家拢能摕到侪吉言的小礼品。这礼拜六就是一年一度的东安寮十二庄车马祖，这嘛是复兴保险一代上期待年度盛事。希望马祖廖景保庇地方平安顺遂。其中信众上喜欢的吉言小礼品，就是挂伫咧七爷八爷身躯顶的平安花饼，以及马祖桥顶的玉兰花。今仔日吼，咱庆安宫为着这位大公馆，大家拢非常用心，全庄大汉细汉，大家拢为着这十二庄十七年一拜。非常用心，前两天嘛做这花仔饼，今仔佫做这盛大的玉兰花。遮物件就是要甲随乡的人员，大家结缘。花仔饼就是要予沿路的随乡的人吼，予囡仔食平安。啊，玉兰花就是要予沿路的随乡结缘，予伊保庇身体健康，啊家境吼平安顺遂。十七年轮值一届大公馆，牛埔厝的乡亲全力收听，差不多全村总动员来办理这届活动，希望将这个有百年历史的活动办到上好。新竹华新闻蔡良清播音，彩虹报道。